盘点那些爆笑打劫名场面。喊吧，太吓人了。开始。排呀！站着！你怎么还往前来呢？别动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是打劫的。把真家伙事拿出来。你们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告诉他，这是崩鱼的，崩人的。没人拿钱是吧？放一个，让他们知道它的威力。哪个？太成功了！妈呀！咦，老张，崩这些的鱼自己上船了。大伙看看他，鱼儿离不开水，你们离不开船。如果不交钱，你们下水，鱼上船。站，下来。你俩拦车干啥的呀？鸡尾悬天一片云，乌鸦落在凤凰群，满车都是英雄汉，哪是君来哪是臣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102国道张道长，这位道委吴书记。不是你俩到底要干啥呀？他干啥呢？不是农村的好老娘们，抢你们干啥干啥的？操，掐嘴碎！告诉你啊，别看我们是抢劫的，但我们收费合理，按人头算钱啊，那必须的。这查个人那么费劲，我说。高叔，其实我俩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从小我的妈妈盯着我，穷人的孩子怎么了？闭上！你咋的？回首掏走位走位，掏什么掏？我告诉你俩啊，接到群众举报，说两个人在这块拦路抢劫，一个身高1.6米，一个身高1.7米，是你俩？那不是我俩呀，我1.85米，我1.77米。你说他1.77米我就忍了，你1.85米啊？我身份证呢？身份证有身高吗？坐，我告诉你俩啊，你俩涉嫌拦路抢劫，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最后怎么量刑交给法院。还有没啥话想说了？我是从犯，从犯啥玩意儿？副区长，那老实点。我这单我该挂了。懂事儿，钱拿出来。叔叔，我没带现金。要不我给你微信转账吧？你当我傻呀？警察通过微信不找到我了吗？拿来。干活。拿来。别逼我劫色啊。我真大岁数了，别给我开玩笑啊。哎。住住啊，让你不给我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大哥啊，稍等一会儿，我要接个车。APK 卡，通通告诉我密码。报告打劫的，没有 IQ 卡。自觉点，交出来。这怎么没有？我有 IQ， 你没有。把你的给我，我不就就有了吗？给你，你也用不了。把密码给我，我这不能用。没有密码 ，IQ 是智商，智商什么东西？拿来，智商是脑子。哎呀，真笨！他说你没脑子，你他妈才没脑子呢！哎，不是我说你没脑子，是他说你没脑子，真笨！你他妈说我没脑子，真的？我没有说你没脑子，我说你缺心眼。我让你缺脑子，你信不信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钱。不要钱！钱！你这是孝敬我爹的。我现在就是爹。拿着。把这交出来，给我。大哥，啊，他耍我。不是说过吗？你以为我傻了是吧？这是给死人用的纸钱。严肃点，严肃点，不许笑！你在打劫的。出来！是这样啊。嗯。今天人家来呢，主要是要欠钱。是什么？
不要告诉你。为什么？给人家钱钱嘛。你给人家钱钱，给我钱钱呢？哎，看你半天了，别打劫了，再打劫我生气了。不，人家不要，人家要钱钱。你是谁？给人钱，别乱动啊，要不然我怼你了。我也好怕，真的，我就动怎样？动动动，变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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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什么呢？大半夜的。泼妇，你好凶哦！回家的事。